太重，没关系，先是不是刷，先是等于水上去，那怎么办？不用刷，不用用力往下，你看啊，先上去，上去就是了，哦，轻轻，就是水上去，把它都弄潮了，弄潮了以后到这儿来一个脚拉起来，拉起来就刷了，我刚开始第一道功夫是在弄水而已。 所以老师就是把它弄得都湿掉，就是把它刷，可是不要有气泡就对了。对，留四个角，等一下手拉的。就是整张都要这样浮就对了，可是刷的时候就是不要有气泡，让它平。比如你现在已经平了，就是要用力了。你这样轻描淡写的是没有用的，气泡不会走的，要用力压好，不会破的。 哦，不会破，不会破，为什么不会破？它是羊毛的。哦，这一只是羊。为什么不会破？你问这个仙子。纸的关系也不是毛的关系啊。所以我们中啊，它因为紧贴着那个桌子了，以后是。对呀，可是我是觉得还是用力还是有一点，还是那个了，你不能用太不平。哎，拿纸也有功夫哎，拿纸卷起来。粗的。这样卷。 粗的，粗的，粗的在里面，平的在外面，有没有？右手拿刷子。对。所以老师，你在学这个的时候，以前是你有老师教你，还是你自己看书的？我没有老师教啊。 那你怎么会？自己搞坏了，搞坏了再来啊！所以你现在就是把你几年的功夫教我们那个诀窍。你不对啊，你不要这样来啊！你是应该是这样啊，应该是往上往下往上往下，或者是略带一点人字形，这样往后面去啊。没有人教你，而是你的经验。 这样做最好。我裱花的时候，社会上基本上没有人会。对，是吧？对，没有。坏了。但是这东西还是要看的，我还是有看过人家做的。看人家做还是看书，看人家书。那个时候可能书也没有。没有，现在都是书嘛。这种是技术性的东西，书现在有这个书吗？ 有表，有肯定有。搞不好YouTube上面都没有用的，肯定没有用的。像你看那个怎样画画的书是没有用的。还是要老师教。对，你看那个电脑里面看那个有用的，看人家是放那个时候不懂。对啊，对，那个书是没有什么用。因为书不动嘛，它静在那。嘎嘎嘎。啊，嘉宾。好玩吗？ 好玩吗？这男生应该来做这个才对。你不要笑人家那种。老师就把它想成在烫衣服就对了，把它烫平就对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喷水啊，喷一喷，把它烫平啊，什么？是不是？简单就是这样想就不怕了，对不对？烫衣服不一样啦，怎么烫衣服？大的难做。 所以老师，你是先自己会画图，以后就想说要自己裱画，就要想办法去学怎么裱。不然要花很多钱啊！画裱画，你不自己学的话，他要花太多钱呐。那你我先是到人家那裱画的地方去问问什么价钱，那很贵，干脆自己裱。对，学啊，自己学就省钱了。因为画很多，每一张去裱都很贵，干脆自己裱。 那时候是20几块，差不多是半个月工资。对呀、啊，吓死人！对，这么贵啊！那现在也贵啊，现在更贵啊！大陆人民币现在也贵啊，相当于4块美金啊。你现在多少钱美国？是吧？4块美金贵不贵？不贵的。那是以前呢，现在6块。
所以老师，你说怎么手拿怎么扫把，怎么拿都是你的经验，就是错。手手错了。对，他说哪里手要怎样啊？行，所以老师，这是你的经验就对，你觉得这样拿就不会破掉就对了。行了，可以，那个放掉。他的刷子刷子右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对的，放过来，对，这样放。这样擦。这样擦。要这样擦。对，好好跳起来，成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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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一个，老师这么辛苦带东西来，来，下一个谁要做？ 你要不要做？哎，裱起来看起来比较好看。贴上去的时候。好了，不要管它了，那边没有办法了，你这边先搞。对。那你看啊，这边这些地方都用力一点。 没错，我紧张。行了，嗯，好了，干了就平了。